本节目由夏一可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赞助播出。观众老爷们呐，关注一下啦！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一可的风暴教室。最近做视频还是做的头晕脑胀了，原因就是守望先锋这个小婊子，眼看下个月就要压力测试了，赶稿赶的根本停不下来。于是嘛，德卡的视频，哎，反正这个风暴咱们更新周期就没有准时过，你们就别喊着什么跳票了，好不好呀？嗯哼。所以今天的讲解就这么开始吧。首先，德哈卡的特质是隐蔽猎手和采集精华。德哈卡又是一位不能使用坐骑的英雄，他的 Z 技能是钻到战场的任意一片草丛里，这个有点像阿巴瑟的 Z， 不过我们并不需要提供视野。另外，从技能到达到抵达位置大约需要两秒钟左右，所以需要你们提前预估好使用的时间哟。而 D 技能就是采集精华了，你附近有小兵或英雄死亡的时候都会给你提供精华，小兵提供2个，英雄提供10个，你最多储存50个精华，每个精华都可以给你恢复一定生命值，但是生命值不是立刻恢复的，效果类似泉水一样，会在短时间内缓缓恢复。具体数值的话，在你20级的时候，50个精华可以让你5秒钟内恢复3000多点生命值，反正只要精华够，还是一口特别足的奶的。而且技能本身只有1秒的 CD， 也就是说你可以任性的边杀边抵，妥妥的。然后你的 Q 技能是拖拽，伸出舌头缠住别人，造成一定伤害，并且可以持续缠住别人，把他拉住，被缠住的目标会被你拖着走。听起来觉得舌头一阵隐隐作痛啊，反正就跟 DOTA 里面蝙蝠拉人差不多，技能本身很优秀，而且控制时间很长，可以让对方强制位移，玩过蝙蝠的应该都懂。但缺点也有，那就是施法距离实在太短，而且会被小兵建筑物挡住。然后 W 技能是黑暗虫群，召唤出一片黑暗虫群，对附近的人造成 AOE 伤害，同时可以穿越单位不受英雄卡位的影响，而且在使用 Q 技能和 E 技能的时候也可以开启。这不光是一个输出技能了，逃命的时候也可以对着那些个想卡你位大块头嘲讽的一笑嘛，这也是可以的哟。然后 E 技能是钻地，钻入地下无敌状态持续2秒，相当于20秒一次的冰箱，不过你不能手动取消钻地状态就是了。在钻地的时候可以使用 W 和 D 技能，这个技能的意义就在于用来躲你认为有必要躲的技能，以及在团战中吃够了伤害之后和敌技能一起用，缓一下等待下一波的进攻。然后就是大招啦，首先 R1 是隔离，发射一坨奇怪的东西，对命中的第一个英雄目标造成一定伤害，减速 30%， 并且沉默它，效果持续3秒。这个技能还可以让目标的视野范围变得非常小，缩小视野效果持续6秒。乍一看可能会觉得有点弱，这个缩小视野范围的效果其实是很厉害的，被别人冲脸的时候视野变小了简直要人命啊，往哪里跑都不知道呀。更何况还有减速和沉默，你的刺杀队友会纷纷表示爱极了你，因为如果他们是打手，你就是那个负责给人套麻袋的。然后 R2 是适者生存，激活之后你受到的伤害的 60% 会在5秒钟之后转化为生命值，这个大招给了你肆无忌惮上去冲脸的本钱，配合你的敌技能和 E 技能，想一波秒你还真的不太容易。但是也不要傻了吧唧开着打就冲到别人脸上，你这个回血只能回受到伤害的 60%， 并不代表你可以无脑抗。那么接下来就是天赋推荐啦，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2套德哈卡的天赋。第一套是作为副坦配合突袭杀人天赋，这种天赋的德哈卡主要强化的都是战斗能力，如果选择了这套天赋就要记住，团战中不要做第一个上去吃伤害的，也不要做正面团战发起者，团战时尽可能与队友配合，盯准一个倒霉蛋套他麻袋，然后和队友冲上去激活往死里怼，而且要尽可能绕过正面，从草丛突袭打乱别人的阵型。第一，咱们选择了增强敏捷，这个英雄不是很缺续航，所以我们一般不会选择组织再生提高被动回血，而选择了提高15%的移动速度，毕竟追人逃跑时还是非常有效的。T4 的话，小兵猎手和英雄猎手都可以选择，小兵稳一点，在每次团战之前收集好精华就行，英雄猎手在大逆风的时候容易废，风险比较大，你懂的。T7 就看自己的喜好吧，除了吃球其他都可以选，因为精华的收集已经很快了。然后 T13 这个回旋风暴就是百折不挠，不多介绍了，如果对方控制不多或者不会一波 combo 秒掉你，你也可以选择另外2个草丛加速的天赋。然后 T16 的长蛇给了你可以先手资本，其他2个就根据生存的压力也可以选择。
最后 T20 我们给出的推荐是顶级捕食者，因为效果太溜了， CD 变成10秒还缩短施法时间，带线收集精华也好，被抓原地 Z 草丛也好，极大的加强了你的机动能力，配合 T13 的草丛加速搞突袭实在是好用。然后我们推荐的第二套天赋则完全是主坦冲脸强回血型了，这种打法就是全部强化自己的回复能力和硬度，毕竟德哈卡从硬件条件上说跟穆拉丁之类的大血牛还是没有办法比的。团战卡 CD 放 E 技能又可以提供减伤效果，又不会被卡位，效果还是很明显的，除非是要死了，否则别在开大的五秒内使用 E 技能。还是那句话，即使你的大招可以吸收伤害，咱们没必要吃的伤害还是没有必要去吃，对不对？不能说因为你身体好回复能力强就让我揍一顿吧。不过相比这个大招，我个人还是喜欢套麻袋，不过就扛伤害的思路来说，的确是适者生存更加好，所以就看大家的喜好和阵容啦。那么好了，本期德哈卡的教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好好去适应一下这个英雄吧。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风暴、魔兽、炉石以及守望先锋的资讯，也欢迎收听下一刻的微博、微信以及用户空间哦。我们就下次再见吧，拜拜。